我最喜欢的是 waterfall， 就是瀑布的声音，所以我会听一段三四十分钟的这个声音，随意的找一个椅子，屁股大概就是坐个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，不让自己太舒服，因为我要保持我的腰背挺直这件事儿，我觉得还蛮重要的。然后前十次呼吸我用来放松自己，做深呼吸，就是在吸跟呼的过程当中加一个意念，每一次呼吸我身体都要完全的放松下来，前十次我就想象一下这个，然后我再用五次呼吸，三到五次的呼吸的时间，想象一下有一道射线，有一道神光，它从我头顶开始温暖的一点一点的，我能感受到那个暖从我的脚然后传遍我的全身，我能感受到沐浴下来的阳光，虽然它没有那么暖，但是我会觉得很幸福，这是我个人的喜好。想象阳光照到你身上每一寸肌肤的位置的时候，你就想象一下我这个位置要放松下来。我会习惯的，比如说当我想象到眼睛的时候，我会故意动一下眼睛，转一转。当它到我的头的时候，我脖子的时候，我会刻意的稍微的左右的动一下，因为这样能让你的感觉的注意力更注意集中在这个位置，让它放松下来。到手指的时候，我会稍微的五个手指分别动一下，很快的速度，让注意力到这儿，让它放松下来，相当于大脑自己扫描了一遍，像阅兵一样检阅了自己的全身，然后你确保自己放松了，然后就进入正式的冥想状态。我建议是舌顶上颚啊，然后手什么方式你愿意这么放，对吧？装逼一点，你愿意这么放，你愿意这么放，对吧？你愿意这么放无所谓，最舒服的姿势我一般都是放在腿上，然后开始长呼吸，这个就全部用鼻子不用嘴了。吸的时候想象你的腹，感受你的腹一点一点隆起，然后一直到充满，不需要憋气，每完成一次呼吸心中想一下数字一，一定要把所有的气呼干净，然后想象二，基本上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数字上，一二，就这样五十吸，数到五十我就睁眼。那一般来说时间会过去二十分钟到二十七分钟之间，取决于我呼吸的速度，是坚持我说的这种最简单的冥想方式。你不坚持很久，你坚持一次你做完五十吸，呼吸的时间取决于你自己的肺活量，但是你记着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胸部上，因为还是要腹式呼吸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到五十吸以后睁开眼，慢慢的再做几个深呼吸，可能我会活动活动脖子，然后怎么样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产生很多的莫名的想法思绪，或者意志不坚定，你越想着说不要想那个没有穿衣服的那个画面，你可能脑中出现的越是，你懂吗？所以当出现的时候没问题，但你要意识到，哎，我走远了，你要意识到 OK， 回到数字上，这就是你的起点。稍微走远了，哎，回到数字上，对，就数数。我以前有试过观想莲花的开关，有想象说想象有一个可能说金色的什么月亮太阳，过于复杂，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来说，我刚刚说的，我说的那些科学能够证明冥想给你解决的这些生理上的问题，以及科学的提升我们的注意力、睡眠，以及让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当下，能够享受快乐，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，人人都可以。我说的不用盘腿，盘腿理论上来说一定更好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在盘腿的时候，我们的血液更多的会不需要供给到我们的下半身，因为你脚会麻，就这个原因，它会更多的供到我们的大脑。那其实你的氧气深呼吸的原因，你的氧气更多，你的大脑的血液更多，理论上来说更容易开发大脑可能这部分的注意力或功能。就是因为如果不盘腿，你的屁股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你是不是有感知神经元，你能感受到这个它的硬度，你能感受到它带给你的这些，其实是有影响。但你盘腿了以后，你是不是习惯了以后，这个腿这方面没有感觉了，那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你的下半身的感知神经可以暂时切断，你是不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，这是我理解它科学的部分。还有一些那不同的修行方式，有些人说为什么要盘腿，要保持身体的一个三角形，对吧？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聚集能量的都是三角形的建筑，你看金字塔，所以说让人体保持一个三角形，这样你更容易去接收身体的能量啊，宇宙的能量。还有就是能够更好的保持你身体，就不容易疲惫，不让你睡着，所以这是盘腿的功效。但因为我本身腿有伤，我以前是盘腿的，所以我自从用了这种椅子的方式以后，对我来说更加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更简单。但你要明白一点最核心，我们通过这个训练的方式，我们不是要渡劫，我们不是要金丹大成长生不老，明白吗？咱不谈那些，我们要的就是能够让我更好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我想集中的事情上。我跟你们讲一下啊，冥想
的大师，我见过一些所谓的大师，不管是西藏的也好，印度的也好，国外的也好，其实他们都更容易做的是，他们就是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他们能够在做一件，比如说像喝茶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能够更好的享受这个里面美好的部分，忽略那些枯燥乏味或其他影响他的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做起来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说了，我们大脑的思绪是像喷泉一样没有逻辑的，没有起点，没有因，没有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你看啊，比如说我刚刚去打篮球，打篮球的时候，或者你在做一个你喜欢的运动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不管你有什么烦恼，只要你今天决定去打球了，你上场了，你在乎这个比分，你想赢，你的那个烦恼你都不暂时在打球的过程当中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的这个事情解决了吗？并没有啊。那是因为说你突然想明白了？没有啊。你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我暂时不去受大脑思绪上内在的影响了，我把它集中在外部，我要更好的利用我的眼睛，我的听觉，还有我的触感去控制球，我要把球打好，所以大脑没法分出这个精力去做别的了，所以那一刻你能更好的享受当下，所以是不是你就解压了，是不是你就快乐了？很多人在有压力的时候他不会选择去打球，他在烦恼，在欠债，可能觉得这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，他不会想着去听歌，他也不会去健身，因为他觉得他太烦了，他应该先解决这个事情。但科学证明，你越是在这种时候，你只要强迫自己去做了这件正确的事情，你自然能够开心，你自然能够享受现在。这个跟你有没有钱，有没有学识，有没有阅历没有关，这是人人平等。我们对当下，如果你作为一个人，我们把人生都分成，如果所有的人都能活70岁，都活70年，那么谁能够更好的有这种能力，随时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喜欢的、热爱的、想要集中的事情上，少一些烦恼，那么最后到有一天他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，这个灵魂来说，我们说这个人，这个灵魂是不是享受了更多人间美好的东西？那在那一刻大家全部走到终点然后去报道的时候，你觉得谁更牛逼？你觉得你更羡慕谁？你觉得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抛掉那些所有外在的，是我们成长环境周围的社会关系以及现在的新闻广告，他们映射给我们，强加给我们，告诉我们这些是你应该重要的，这些东西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，所以你会在这方面下很多的精力。 OK， 所以希望这个能对你们有用吧。